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妹呢？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店面，在这里看到他沙龙羊奶旗舰店。啊，我现在呢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在什么位置？这里就是我们的灵山标记六峰山，然后呢，儿童乐园对面就是我的店铺了。来，跟我呢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羊奶，这是我们沙龙羊奶的形象大使郭丹，看到吗？细致冠军哦。因为这个店刚刚装修好，现在搞卫生，然后呢板货，我们的店员就在这边来板货。这个这里就是后站，我的这个头像在这里了。这就是我们沙龙羊奶全国连锁2350家了，我这个店，这里收银台。来，过来看一下我们的沙龙羊奶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是羊奶含片，原味的。这个婴儿配方是，刚出生到6个月的一个第一阶段。哎呀呀，第二阶段是6个月到12个月。这个是第三阶段的，因为宝宝的话要补充很多的营养，要分那个阶段去喝。它才能达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营养的平衡，这个第四阶段的。这边都有，大一点的小孩，几岁的？这里这个是陕西富平羊奶，是专在陕西富平那边的一个专利，就像我们灵山荔枝一样。这个是有机奶，一定要达到有机养殖、有机加工，才能达到这个品质。这些是学生奶，还有女士奶，就是亮亮的女士羊奶，还有孕妇奶，这些中老年人都有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还有这些都是食品级的宝宝的奶瓶，然后要提档啊，不能背负啊。这个是沙龙的面膜，我都一直都在用的。还有牙膏，这些给宝宝洗澡的肥皂，宝宝用的湿纸巾，好多啊。这些都是宝宝的纸尿裤，这个。洗尿裤是试用装的，到时候带宝宝过来用一下。就是因为今天呢，刚刚把这些货摆上来，所以有点乱。等我们全部把所有的货全部摆到这个货架上面来，那就看起来很整齐了。到时候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店来喝羊奶，都可以免费喝7天，还有礼物赠送。这里也有艺术米、贝康利，这些是宝宝的米糊。宝宝的米糊的话，就给它煮一下，然后煮成那个米糊的状态，就喂一下宝宝。但是0到6个月的宝宝不建议食用，因为他的这个肠胃还是很脆弱的，要到6个月以上再开始喂其他的这个米糊。这边呢就是休息的地方，就是家长带宝宝过来，宝宝就在那边游玩，然后呢家长就在这边可以休息一下。这边这个儿童乐园呢，因为现在国庆假期，我们还没有把那个儿童乐园的玩具啊运输回来，到时候宝宝可以在这边免费玩的，就是在附近呢，在我们灵山附近的朋友都可以过来这边给宝宝玩耍，你就在这边休闲忙着。这边还有电视，看电视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羊奶的话配套很齐全，欢迎大家到店来这边参观指导工作。